高雄凤山区的文山特区的文平街上呢，最近新开了一家24小时全年无休的无人天然酵素自助商店，引起许多人的好奇询问。老板说呢，许多的女性顾客一上门，常会详细讲述自己的私密情况，害他听的是很不好意思。后来只要一发现是女客人上门，他就会躲起来。那女客人在门口叫了几声，发现没有人回应，就会把钱放在冰柜里面，并且拿走酵素。那久而久之，就越来越多的人都跟着这么做了。